制作什么美食，还要学跳舞。这是干什么呢？当五花肉和鲫鱼相遇，还要加上哪种食材才能做出特别的味道？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开干。好香啊。宜宾街头小吃烧腊大受欢迎的秘诀究竟是什么？一入口马上就知道现在我在哪。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宜宾市的特色美味。